家人们，你们觉得我哥配赤茅台吗？我觉得不配，家人们觉得配吗？为什么不配呢？啊？哪里配嘛？哪里配嘛？别人喝茅台都是，那个，就是细细品尝，你呢？肚子里面去吗？你那一瓶好像两口都没有，就直接干掉了。两克、三克、一克，还不是喝的肚子里面还不一样，不是一样吗？哎呀！那你说的那个茅台人家有多贵你知道吗？你以为是平时你买的那种2两2两的那种啊？关我什么事啊？我喝的还不是喝的肚子里面吗？那你怎么不把它就是保管好，就是来重要的客人的时候招待一下？他还没拔干净。对，我也觉得他还没拔干净。花花你看看手上，你洗没洗啊？没洗啊？怎么啦？不干不净吃了没变？我没洗，没洗，干干的泥已经被这个鸡的这个毛的这个脏脏的东西覆盖了啊，一层覆盖一层，这样冬天的话就是百毒不侵啊，跟你们讲，一层覆盖一层，这才是真正的土鸡。是的，大长腿，土鸡的话就大长腿。这个花花长得怎么有点一样？它的腿是不是跟花花有点长？表上那些扣得懂的，骨它好好脏呀，它。哪里有好脏？这样子抠脚香得很，就是。确定不洗一下吗？哪里有洗的？这不叫洗了吗？这烧烤就这样子抠的，怎么着？以后杀鸡用开水烫一下，开水烫了它没有那个味道，家人们知道了吧？我俩把刀拿给我吧。哦，刀在这里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刀。我先把它先摸一下它的这个，把它的这个装饭饭的地方把它给去掉了啊。它这里有一个装饭饭的，我们把这个装饭饭的去掉。哇，这个鸡好肥啊，家人们看，肥油，太肥了。这个鸡我感觉拿来炖汤的话，这个汤应该会很好喝哦。还没有拔干净的话，哎，没事没事，等一下再烤的时候这个皮它就会自己掉了啊。我把这个装鸡屎装鸡饭的这个肚子给你们拿出来看一下啊。因为的话它这个的话它好像不是，它好像不连着它的那个，不洗就烤嘛。哎，洗什么洗，洗了它就没有那个味道了啊，不洗了，咱不洗。可能呢把这个结合着呢，这个头上我都弄进去了。母鸡发掉了。哦。啥子嘛？这个是装鸡喂鸡饭的那个，你看它好肥好肥。现在我们把它开膛破肚了啊，开膛破肚，把鸡开膛破肚了。家人们看着啊，不用菜板我也能把这个鸡给开膛了。哦，怎么有点不准？在我们这里有一个说法，如果砍一个东西，你一次性没有把它砍到位的话，就是这边砍一下，那边砍一下，会砍得有点慢的话，你这个人就有点说谎。我也不爱说谎，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很诚实的呀，对吧？花花好厉害，家人们，我厉害吗？原生态的吃法，是的，不干不净吃的没病，在外面吃就是要吃这个味道。在家里吃的话你要给它洗干净一点，在外面吃的话就是要吃这个味道。白白的鸡被我弄成黑黑的鸡了，但是没事没事啊，脏的东西等一下它就。哇，这个鸡好肥啊，家人们，真的好肥。哦，这个刀也不行了，你在家都不磨刀的吗？磨怎么磨啊？我天天不磨。把那个柴也放进去嘛，柴放进去了就可以吃了嘛，烤着吃了。我现在不是这个烧炉吗？我已经把这个，你看，把鸡给开膛了啊！家人们，我都出汗了，看到没有？换水，换水。这是刀骨，刀骨是什么意思？我再把这内脏抠出来啊。拿点水哦，这是很别喽，这个好像一个什么肠胃什么很别喽。哦，你怎么搞嘛？拿点水来冲一下喽。
我放在地下啊，最古老的吃法。叶总，报个位置来尝一尝。四川乐山啊，乐山，具体的位置我说你们肯定也找不到。你们到乐山了，滴我一声，我去接你们。哎呀，每次做饭我都要变成仙女，这个烟总是围绕着我。我自作，拜、要洗一下，我不洗不能吃了，要洗一下。哥，我的手好脏。哎，出汗了，我都出汗了。快点，快点哦！来哦，来哦，这个鸡好肥哦，这鸡肥死喽！这鸡肥死喽，肥死喽！来，洗嘛，也吃上，吃上，吃了吃了。到几个度了，中子？五度吧。上上上，喝了喝了，喝喝。差点打死我了。喝喝喝。再喝再喝，你鸡屁股还没打开的吗？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鸡屁股不是要留给你吃吗？打开干嘛？没打开还洗不干净的吗？你看厚厚的鸡油，快划开。哦，划开嘛，砸开嘛，砸喽，砸喽，砸喽，这样子就好了吧？掰开，嗯，再掰开。再冲一下吧。今天家里来客人吗？啥鸡没有啊？哦，屁股给我哥吃。我哥爱吃鸡屁股。屁股你来吃。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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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吃差不多。你吃你吃你吃。你看这个鸡好肥哦，这么厚的一个油。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哎呦，糊了。这样子啊。马鸡就是。哎，你这样子怎么烤的？嗯，就掉下来了，儿子。饿死了，你看这个，这个东西。怎么穿进去？这样子吗？阿妈，我。这个竹子戳到我的手了，家人。我感觉怎么在？穿不出来。过家家一样，穿得出来。好嘴馋，我这个怎么样？这个，那都干啥去了？就人不少，来给你吃。那个的，来来来来，我们跟你吵起。太可怕了！你这个，你这个遭鬼少个是？傻子遭鬼是吧？给你们看一下，你捞个鸡娃的，捞不到你的手。让我哥来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就是。哦，厉害，学得好。超级了。哇，还是我哥学，牛逼死了。烧火烤。烧了。烤，干就完了啊。现在的话，坐等这个鸡熟啊，家人们，坐等这个鸡熟。那么，开一个鸡，这个也有点浪费了。你要吃的那包，应该是。这个的话，拿给奶奶，这个也拿给奶奶吧。对啊，等你脚踏子。这斧头嘛，猪脚吃好吃，我烤一个红薯吃哈。我刚刚不是背了红薯了吗？哎、要吃鸡了，吃鸡了，家人们吃鸡了，烤个红薯哎，一个红薯，两个红薯，啊，这个也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，里面烤全是烟味，没有烟味，没有烟味。没有，烤个红薯吃吧。我已经啊，啥都没放，柴米油盐。不放。我的手被那个竹子给戳伤了。不放盐，烤鸡好吃吗？看着好欠，好想打你。来来来，我正好手痒心痒，
拳头也痒。来吃鸡肉，来吃鸡肉。哎，我就喜欢吃原汁原味的。我们这边一般都喜欢吃原汁原味的。如果那个放在那个煤炭上烤啊，它就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味道了啊。家人们看，就这样烧啊，使劲烧，烧死。这并不是隔了以后我们烧的不好。俺们都过过去了，这样子火到不了吗？家人们给花花点点小爱心啊！等一下花花把这个鸡全场吃给你们看啊，吃，吃完。听到滋滋滋冒油的声音了吗？听到滋滋滋冒油的声音了吗？有没有听到？要不就搞掉了哈。这个火大的话，它就是很容易烧好的哈。有没有听到滋滋滋冒油的声音？对，不停的翻翻。翻翻还是？不停的翻。看啊，家人们，菊花看到流口水吗？脏兮兮的，哪里脏？你看，烧的多好。这下面我烤了红薯哈，不脏啊，一点都不脏啊，家人们一点都不脏。多加点火，对，多加一点点火，加火，加火烧。树都烧死了，这个不是树，这个是我们插的这个。第一次这样烤猪、烤鸡翅，哈哈，鸡头给你留着。你想吃鸡头吗？你喜欢吃鸡头吗？家人们有没有人想吃鸡头的？哦，这个火烧的有点大哦，家人们，还是要放点盐，等一下烤熟了之后再放盐吧。哎，我都想吃了，我都流口水了哈。家人们想不想吃？我都想吃流口水了。红薯在这边啊。不知道它能不能烤得熟，红薯把它塞里面去一点，烤红薯喽！烤红薯吃，烤红薯吃，我们要吃烤红薯喽！我们要吃烧烤，我们要吃烧烤，我们要吃烤红薯。可以吃了不？不可以喽，还不可以 啊，还不可以吧？我不知道，看一下我吧。太热了。菊花不要抹盐味嘛，什么意思啊？花花就这么吃鸡啊？在外面烤着吃的话，就这么吃方便一点。这个火就不给你们漏了啊，害怕那个。红薯慢慢烤起来，我把它扔进那个火中间去了。你的火不花花要洗手，等一下洗吧，哈哈，我现在懒得去洗了。欢迎欢迎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，没给花花点关注点点关注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给花花点一波关注吧。直播间的家人们，没有给花花点关注的给花花点一波关注，再加火加火，把那一整捆都放进去吧。我的红薯也要烤，对，火越大越好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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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气质要来够哈，气质要来够，气质要来够哈，家人们，气质要来够。外面焦了，里面都不是，外焦里嫩，吃的就是外焦里嫩，懂不懂叫外焦里嫩？你这个傻瓜。哦，你是想骂我吗？这个大家一起喷一下，这个就叫阿福啊，这个大家一起喷一下这个啊，这个感觉这个黑黑今天有点严重了啊，不懂，你是个。SB 怎么懂啊？你这个 SB， 你这个 SB 你怎么能懂得到我菊花说的这些高情商的话？是不是来打我？哦，你过来，大家一起艾特这个叫阿五，这个就叫阿五，他说来打我，大家快的一起艾特他，把我一起喷死他，骂他，让他滚出，让他出我的直播间。他说。哦，对，把他踢出去。哦，不踢不踢，我们一起怼他，他害怕，他自己就出去了。我们，他好高兴啊，他好高兴啊，家人们，他竟然在哈哈笑。他说就不滚，哎呀妈呀，他好，好了，好了吗？我拿去吃了，你吃不吃？不吃我拿去吃了。我吃，是个女的啊，大家一起，那大家就是。一起去喷他吧，
你看被我被喷的他害怕了，他都不敢出来了。好了。哇哦。加火加火。家人们，鸡已经烤熟了，但是。哦哦哦啊嘛啊嘛。看到了没有？哎，我先给家人们示范一下啊。我先给家人们示范一下怎么吃。哎，烤鸡，烤鸡啊，家人们，烤鸡，烤鸡，哇，你这才是真正的外焦里嫩啊，家人们。哇，这个皮听到了吗？酥脆，酥脆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听到没有，这个皮哥哥想吃吗？哥哥肯定吃的。不给你吃。哥哥想不想吃？家人们，你觉得我哥想不想吃？嗯，好吃好吃。你先洗洗手啊。不洗了不洗了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这个皮也太好吃了吧，哥哥给你个鸡腿吧。我家人们，这只鸡在冒油，看到了没有？我收收一个，洗一洗，洗个手，洗个手过来。听到没有？你不要吃完了。你不管我都不洗手，你洗什么手？这个皮真的好嫩，家人们。嗯，好吃好吃好吃，一指棒。浪费一只鸡了，什么叫浪费一只鸡了？哎呀，大家一起喷这个叫叫阿五，这个黑黑，这个黑黑，我感觉它有点，我直接掰了一只这个鸡翅膀吃了哈。直接掰一个鸡翅膀吃吧，太脏，不讲究卫生，不要这样说。不讲究卫生的话，我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？把它咔嚓到这里啊。吃完了我就再掰它身上吃啊。我哥没下来之前我就把它干完了啊，家人们。他没下来之前我把它干完了，行不行？好热好热，花花就几点回去一起吃。等他们两个回来，我再给他们两个拌一只啊。外焦里嫩，这么黑的看到了吗？它里面这么嫩，看到了没有？好嫩好嫩。唉，但吃播了。好吃。没熟，所以哥哥才不吃。没有，他说他以后要当一个精致的男人，他要当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。你教喂了多少头猪？我教喂了一个小房子里面喂了很多很多。我就喜欢这样吃。你们喜欢？你们想放点盐吃吗？你想放很多人吃吗？我把这个鸡插在这里了，插在这里了，沾点辣椒面更好吃。哎，就这样吃吧，我饿死了，知道了吗？我饿死了，饿死花花了，饿死个惹喽！家人们吃饭了没有吗？洪七公，济公活佛，我是济公活佛。好吃好吃，这能吃吗？能吃啊，它熟了能吃啊，嘎嘎香，嘎嘎香。他要吃，他是好像是拿调料了。我好脏呀，
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了。我十二点多就吃过饭了，我今天早上还没吃饭呢。金毛还有皮不能吃，皮能吃，皮焦，焦焦酥酥的，让你哥试一下，熟了没？熟了，他在洗手，他说